这个动作呢，就是很重要的方式。谢谢。接下来邀请社区师傅刘冠霖老师，我们支持分享执行社区师傅计划的心得。市长，我非常欢迎大家，我是社区代表，然后来给我们说明的两分钟。那就是我其实卖松饼没有很长的时间，大概就是一年多左右的时间。那我在开始卖松饼之前，其实我也是从事社工工作的。那其实我自己。就是自己回想起来这样子的历程，其实觉得蛮有趣的。那也因为过去的社工背景，那我自己因为在台北的时候，其实就一直关注着社会上各种的时事议题。那也当时也因为这样子跟福利中心有了连接的关注。那主要当时是教练啊，教练，工作学生，可以来回科，来接，老板回科了来。那当时觉得。打开电话，你老弟有吗？我已经跟车友了，我有去啊，我有去啊。你在车上？没有，我只有开车，然后就被撞到后面，很多人啊。我直接去棒球场，我直接去棒球场，那他们那边位置，那我是一堆人，我看前面挤出队棒来，我是最后被切到，哎，整条都断线，会被摄影机交给在后面。社工一样，对啊，我昨天好久没来去，对，社工一样，还有一个事情，谢谢大家。所以昨天直播怎么样？我只有拍一段，然后第二段外面的直播都是转一下，对，老师说有里面的老师这样子，那个脖子很长，我在帮手。接下来我们一定要的时间，欢迎台南市的大家长黄伟哲。张博士，谢谢。还有我们郑庭辉局长，还有校外会郑坤新督导，还有各位好朋友，沈振东议员，还有我们这个校外会郭俊宏督导，还有警发署林桂祥专员，本组教育局家教中心、家庭教育中心张明主任。社会局陈义军专委，还有周家伟的秘书林俊宪的秘书蔡小辉的秘书，陈庭飞的秘书，还有我们法院地方法院台南地方法院主任调查保护官陈玉伟保护官，还有劳法署吴江南分署桂宇轩督导员，少年警察局少年警察队。郭坤进组长，还有台南市儿少发展协会施俊军总会长，还有我们这个儿少协会，我们很多很多的好朋友，我们吴俊汉副理事长，吴立副理事长，林志忠副理事长，然后还有少辅会的李醒珍督导。刚才请介绍陈立飞的秘书，还有各位好朋友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今天非常开心，非常感谢，充满感恩，我们青少年生涯探索班及社区师傅的一个成果展现，以及大家可以互相关怀。过去以来，台南市在儿少的辅导上花了下了很多功夫，花了很多心力，所以非常感谢。讲的社区夜市、社区师傅，大家非常用心。这个光靠底层内的老师，我觉得当然有成效，但是也受到局限。因为他毕竟很多青少年儿少的辅导都需要更深入、更去跟随。那可能不是上下课而已。那所以特别特别谢谢。那因为之前也发生。先是因为学生跟老师之间的问题而造成这个一个轩然大波，所以说我们特别特别注意到，因为我们的年轻的朋友，不管他是国中阶段，甚至国小阶段，
或者是高中阶段，他都面临不同的这个包括同侪和生活环境、家庭背景的问题，所以需要特别加油。在长年以来，这些日子以来，我们男士的辅导团啊，只能有一个相信，一直相对的，那我们会努力。那谢谢我们江副校长给我们努力啊，接下来我们经费拿到翻倍的，对，我会再来去努力，因为好还要更好，只要我们这个努力是一个观点嘛，所以说希望没有一个人他是错觉，或他真的是需要。到催家庭，那所以说需要投入更多的关心。那今天不管是很多手作坊啊，或是很多这个摊位，是展现他们努力的成果，也是我们社区师心血的结晶。所以特别特别邀请各位一起来，也感谢各位祝福啊今天的展示圆满。我们也希望说，今天我们大家花了这么多的心血办了这样子，不是下班回去大家都是很工伤。大家大概并不成功，希望很多成果会变成一个广告，会变成一个书面的东西，会留下来，提供你接下来接棒给大家努力的参考，这样才能把成果累积。感谢各位，祝福大家，谢谢。谢谢理事长，我们感谢今天在场的所有的记者媒体们。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活动是颁奖，也邀请我们的受奖人上台。恭喜台南市青少年探索班叶纯真辅导员荣获113年青少年生涯探索计划全国绩优人员奖。现在让我们邀请教育部青年发展组张志明组长上台为我们颁奖。恭喜纯真辅导员，现在也恭喜我们的市长，一起和上台合照。感谢廖伟志老师。
接着我们欢迎蔡新化老师，蔡老师是知名饭店的副总经理，各式各样的饭店服务都很精通哦。谢谢我们的蔡老师。拍摄你的手，